一个人一架机，谭令王今次带大家探访一位传闻中夜半会响桥上唱歌的白衣女子。深夜的瀑布，这里是刚才我所说的地方，欢迎来到传说中的松埃加拜。现在有点紧张啊，现在又是上山的时候，今天落了成日雨，啱啱停咗雨，我又带大家上嚟呢度。呢度咧喺马拉界传闻中嘅鬼地方，佢亦都系一个旅游胜地啦。你睇下楼梯级，真系有啲斜，点硬上？我一直行咧，就同大家一直讲点解。我带大家嚟呢个地方，大家睇到我好喘气，因为这个楼梯长到不知道，我还以为要通往天堂。还一半，两分钟，我们休息十分钟啊，睡个午觉。不是很硬的，刚刚做完军，回家无钱。今日我带咗特别嘉宾，一阵介绍俾大家。呢个牌即系危险嘅意思。以前咧，其实咧，鬼王陀咧，应该系十七八岁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关于一个古仔嘅，系关于一个地方。呢、這个古仔咧系真人真事。现在我呢就一直行，就一直跟你解释。不过有心理准备，大家一定要心理准备啊。条路真係好斜，真係好喘啊。行。想讲呢个故事之前呢，呢个地方呢，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呢，可以回顾一下或者係 Google 一下呢条曾经发生过咩事。亦都有团体，亦都有所谓的捉鬼团体，我哋马拉界的亦拍过呢个地方。 Eight pairs of eyes, red, dark red, bloodshot eyes. You want a puppy? You want a puppy? And extinguished. 呢个地方实在太多传闻啦。以我所知的传闻咧，就系关于楼上一个白衫女子，关于这个白衫女子呢，亦都是一个马拉灵体来的。这里已经塌了啦，相信是洪水造成啩。我看到啲泥都好松啊，因为近日大雨。因为很多环境大自然环境呢都受到一定的破坏。好了，现在再上顶硬上啊。为什么次次都要去身啲咁难棘的地方呢？次次都揀咁样。这真的攞你命三千啊。我仲要行多成20分钟啊，大概时间是1:55，两点钟嘅半夜，顶硬上，有只飞蛾啊！嗱，唔知佢会飞过嚟咧？我睇佢眼系红色嘅，
大家睇唔睇到？有飞蛾喺我而家肉眼睇到，佢眼系红色嘅。呢一种飞蛾咧，喺佢哋云南嘅苗族入边咧，系叫做称之为一种蛊，亦都系蛊术个蛊咁解。我哋继续行，其实观音山间有架拜啦，你有几可睇啦？我一个人揸车，一个人嚟，一个人攞住架机，好捻重啊，好捻辛苦啊！你真系俾啲力啊，真系，你真系大大力拉佢啊！好，我继续讲啦。我嗰單古仔攞架撐上嚟咧，攞你命3000，因為呢度已經成為咗旅遊勝地啦。其實旅遊勝地之前咧，亦都有好多傳聞嘅，包括好多嗰啲都係啲馬拉嘅嘢。以前當我17歲嘅時候啊，我哋呢個年代咧就好興嘅，即係好興搞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嘅嘢。嗰3條有2個都有朋友嚟嘅，因為住附近啊嘛，即係兩個男仔搭女上嚟。他們上來的時候，其實呢我不知道有三個站，大概是大概三個瀑布，三個瀑布點的時候呢，怎知呢他們呢上來的時候就是三個站，即是開始有點累了，即是環境是很吵的，好像現在大家聽到這樣。記住戴耳機，記住戴耳機，他們親口形容給我聽的，這個是我的朋友來的。上來之後呢，就默默然唞緊的時候聽到有人唱緊歌，他覺得是咩事呢？點知大家嗰陣時嗰一刻咧靜咗，點解咧？唔對路啊嘛！佢同我講嘅時候咧，佢眼水得飆啊！嗰條友仲係男仔嚟嘅，佢同我講，大家知道係嗰個方向嘅時候，就係、是、我哋第三個站嘅一條橋。喺我哋年代咧 ，social media 嗰個媒體時代咧，就唔係好普遍嘅，因為呢啲嘢係冇人傳咗嘅。一上揾到去嘅時候啊，就大家知道嗰條橋嗰度。有馬拉女仔唱歌，點大家睇嘅時候，三條友同時見到一個白色衫嘅馬拉女，因為佢唱緊馬拉歌啦嘛，而且係哼嘅，嗰啲哼嗰啲旋律咧，同埋嗰啲音嘅質感咧，大家知道大家咩事，冇可能有咁嘅人放咁嘅音樂嘅清唱。大家睇嘅時候，佢暗暗弱弱睇到個馬拉女子，因為好黑啊嘛，錯諗咗嗰條橋嗰度，我三條友中緊落山啦。即係嗰陣時咧，我就唔 sure 呢度係裝修咗未嘅，所以呢一條橋上冇幾耐係可以到達第三個站噶啦。因為而家可能係裝修咗啦，我哋上第三條橋就係到達我的目的地，就我哋將會展示一連串嘅測試，睇係咪真係咁鬼猛。因為這個地方呢就很多傳說的，這個是我親身聽回來的故事，應該就在前面了，我肉眼已經看到了，是在這裡沒打草驚蛇，關了先。現在我用紅票燈，有睇過《探靈王》嘅朋友都熟悉呢一樣係咩嚟嘅？調高啲，睇咪真係一個馬拉女子先。嗱，大家睇到咩？我哋教翻架先呢噶，我哋教翻啦。而家呢度真系好黑啊！
所以现在我就在这条桥那里，我在后面根本看不到东西。 Hello Selamat sejahtera， 因为它是一个马拉的灵体，我相信它是在这里啦，因为它是守护着这个地方的。Anda boleh cakap Anda siapa nama ke？ 因为现在实在太吵了，所以我做不到这个 M-Band 的 EVP。 诶，响了一下。 Anda ada di sini ya？ 刚才就响了一下。所以现在呢，这个亭仔呢，我们将它保留，我们上一上上面，大家看看瀑布上面，其实呢还有一个传说的，就是瀑布上面呢有个马拉女子在梳头，我亦都相信是同一个马拉女子嚟嘅。有人睇到佢喺上面，诶，讲紧嘢时候佢响紧啦。当鬼王陀提说到马拉女子梳头嘅时候，磁场机即刻有反应。呢一个突然嘅磁场干扰，好可能系一个启示或某某嘅信息。啊，阵间即刻带大家睇，而家有反应啦！依家个我架车 K18， 安娜布咧即刻，安娜布咧，哇！上去睇下先，睇睇桥底有咩先。好，系冇有 feel 嘅。OK 啊，睇下仆街都 like 啊！我同你单声先，我开灯惊层到去，仆街 like 啊！喂，呢度咧，中学时期咧，曾经都听好多嘅朋友讲过，上嚟玩嘅时候咧，有好多，尤其是马拉嘅同学会俾污糟嘢上身嘅地方，下边就瀑布啦。所以大家想行呢边定呢边呢？好啦，好啊，我靠直觉带大家睇一睇呢边。而家嗰个灯有啲光啦，因为我都惊会残到佢哋。哇！入嚟嘅时候有种不常的感觉。好不常。试一试 EVP 先啦。因为在马拉界呢，这些灵体呢就是很喜欢病天花板。Kamu tinggal di mana? Di rumahnya tuh. Kamu ganggu nak? Jin Muslim kan biasa tinggal di atap. Kok kamu tinggal di ruangan?Dia tidak kehujanan. Di atap. Oh iya. Kan biasa di atap kan? Oh iya. Ada orang ke sini kah? Ada sesiapa ke sini? Boleh buat sedikit bunyi?嗱，而家我暫時咧，我耳仔又聽唔到，嗰支麥或者會錄到。呢邊應該係廁所咯。哇！廁所係最陰嘅地方，真係有啲恐怖喎。男左女右，入邊度？你咪话唔惊，后边大家想唔想睇我做一个测试环节咧？
好大條鹽蛇，咪住白虎。嚟個測試環節啦，咁靜嘅環境。Hello， 阿德奥朗加，我人就出气，我将个灯闩咗，睇下咩料到。十分钟，全民中，有人梳头嘅石头。边个？哇！我谂架先呢架。最真实嘅灵异节目，记住 subscribe， 揿埋个钟仔，追踪更多灵异。